我们啊，我把土给撒出来了。我们养的独角仙呢，它生蛋了。现在还没有人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很小心的把土拨开，然后把蛋给另外收集起来。因为我们需要换上新的土，新的有营养的土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很小心。然后很害怕弄破了。目前我们有挖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等一下，我重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我们已经有18颗蛋哇了塞，耶！也太多了吧！我们已经挖出18颗蛋了。然后因为这个下面的土蛮硬的，所以我们在挖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。但是各位，这个是直播哦，所以，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留言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 YouTube 的直播呢，我都没有办法看留言哦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。然后主要是我们现在需要非常的专心，哦，我这里见底了。真的哦，我们快挖完了耶。可是下面好硬哦，所以感觉更恐怖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？看起来不是，看起来不是，而且我拿的是那个鹦鹉喝奶用的汤匙。先把关掉，不然大家会一直听到我的嘟嘟嘟。我应该也快见底了，见底了。怎么了？会不会我们刚刚就都挖完了？我们要开直播。之前就把蛋挖完了，那就还好，我也录影，那就好像是请大家进来 看邀我请大玩家，土吗？对，邀请大家进来看我们玩土，本来想说。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挖这个蛋的喜悦跟惊险，结果好像没有哎，这里有一颗啦！被你挖到了，我才要讲说我们还是要很小心，不能太大意。有看到吗？你那汤匙好像会反光啊！有了有了，再往上点。没有，这一颗白白的就是了。我好想看大家的留言哦，我好像看到一堆笑，那个爆笑的脸。看一下，你看好了我吗？不是，重点是这个货，很讨厌的是，我一直压着它才有办法让我看留言呢。重点是我们手在那边一直晃来晃去的时候，那个相机对焦会一直 跑来跑去吗？跑来跑去的，我怕大家看了会头晕。本人是会啦。我原来
又是一颗，但是是个垃圾。这里面呢，就是我们开始养独角仙，到现在是两个礼拜吧。然后这里有一颗，不是，这应该是垃圾。我们养了两个礼拜，然后它就是养的时候，后来有发现说它开始钻到土里面。我们就想说它应该就是开始要产卵了。所以计算大概两周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，这个是吗？那个就不是啊，那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垃圾、哦。就是计算大概两周就可以开挖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开挖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去甲虫店，就是去询问了一下正确的。就是要用什么样的土啊，对，然后对这些蛋啊还有幼虫啊会比较好，但是我现在不想暴露太多，这样以后你们就没有要看我的影片了。制作影片很辛苦耶。 OK， 重点是啊，我刚刚要给大家看的是这里面会有大便，会有妈妈的大便。嗯，但是妈妈的大便好像都在比较上面一点，对不对？有吗？还是有？我现在已经走啊，妈妈大便是这里，这个，这远远的这个就是妈妈的大便。刚刚上面蛮多的了，现在这里比较少。哦，其实我腰酸背痛，哎，这个姿势真的是。这边有什么吗？嗯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嗯，其实我们昨天已经挖过一次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发现里面有虫虫，然后重点是我们以为那个虫虫是鸡母虫。吉姆虫也就是独角仙啊！哦，好个仔！吉姆虫也就是独角仙的幼虫，挖到一颗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不要这个土。对，那土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想说，哦，他们已经孵化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去动它。但是我又觉得，我又开始上 YouTube 上面去看一下其他的 YouTuber 们他们的影片，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个虫跟鸡母虫长得实在是差异很大。然后我们今天去爬虫，去甲虫店。询问之后，因为我就开始怀疑说那应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虫。然后我们今天去爬虫店询问了之后，发现，这角落还藏了一颗呢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。才发现说那个其实是所谓的线虫。那因为有线虫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换土。所以我们那一颗。哦。嗯，有，应该有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换土，然后把其他的卵都挖出来。我们昨天只有挖八个吧，八个，对，我们就挖到七八个，然后因为很下面的我们就没有挖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挖出来的成果。在这边，这些，这个就是我们，我们今天挖到的，这是独角仙的蛋，给大家看一下独角仙。这个是独角仙爸爸，他已经died了，他已经拜拜了。Okay， 然后妈妈在
这里面，我们目前先暂时给他住在这里，先暂时放在这里面。这一个地方其实是爸爸住的 ，OK， 这个地是爸爸住的，妈妈是住在这一堆土里面的。然后爸爸任务结束以后，就是上天堂去了。所以现在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个土弄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让妈妈再回来这边，会让妈妈再回来土这边，然后这窝呢就会让它孵化，会让它慢慢孵化。好哦，所以之后呢，我也会做一集有关于独角仙的。就是我们饲养独角仙的一些过程，再请大家期待了。让我再多休息一个几天，剪片很辛苦，拍片很辛苦，所以大家多多看我们的影片，就是我们最好的鼓励与支持了。我现在呢，自己剪片，自己学剪片啊，拍片之后呢，我都会很认真的看完所有 YouTuber 就是的影片，然后我都会想着，虽然是不怎样的片，但是也是人家很辛苦弄做出来的，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来，好好的看一下，支持一下。所以那些拍片拍得很好的，真的超厉害的。如果那有蛋被你那抖抖抖，应该也变成荷包蛋了。不会，我有节制。啊呢？不要欧北港。各位真的很抱歉哦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留言。我发现直播只要是放横的，就是荧幕是横的，就留言就看不到，所以一定要放直的。我也不晓得啊，没关系，就真的在。而且重点是呢，我日后也看不到留言，就是我之后对再重看一下我的直播，我也看不到这些留言，就是直播中的留言也都不会跑出来。它不是像 Facebook 这样子，我还可以之后看。是不是要？点下面啊！我应该用另外一台手机看，对呀、啊，我就可以看得到留言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啊，因为今天很突然啦、啊，对啊，所以就先让大家看一下。那等一下，应该要结束，剩下这一点点而已。好，这一点点应该就没有了啦。嗯，不知道，我刚刚有一颗是在角落挖到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先这样子吧。我们等一下开始收拾残局，这一堆土，一个不小心没弄好，可能就全都撒在地上了，就哭哭了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啦，拜拜。